哎呦，这边有那个，穿过峡谷地区哦。哦，来到森林哦。那个最后一个应该是药什么药师吧？是不是？哦，来，我们来喽。你在哪？你在这里，伙伴是必须的。杰夫、妮娜，等等啊！我一定会拿到曼陀罗毒，蛇毒给你的，给你看。哦哟，被蛇咬哦。一名少年的名字叫亚芬。这是四个沿岸小村子库利亚布鲁克人们的药师，与他手足情深的挚友杰夫一起，无论是作为药师还是村民，都已经是这个村里不可或缺的存在。此时杰夫的妹妹被毒蛇咬伤，果然是被毒蛇咬伤哎。亚芬为了要以那个毒蛇做出解药，独自一人前往里欧洞窟洞穴，对他来说，伙伴是必须的，这个才是必须的嘛！这个盗贼根本就不需要伙伴，还要顺便念一下上一次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没问题啦，来啦。我们要派谁？派亚芬嘛，对不对？亚芬不可能不上场嘛，伙伴是必须的。沙雷特又下场了，有没有？我们这个。那个什么学者超强的啊，爆强哎！那个换泰里翁上场好不好？让泰里翁有所表现。好，就这样子好不好？有学者在就赢了，知识就是力量。是的，来了。耶哈哈！老人咳嗽了，我们来治疗了，对不对？呜哈哈。しっかりして、おじいちゃん。おじいちゃん、你不行了、おじいちゃん。なんとかできる。あなたの薬で。我们就是等下做出药之后，等下吃下去它就好了。お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ろ。哎呦，声音比想象中的成熟哎。还在磨药。好啦，できたぜ。把这个喝，哎、直接喝下去了。那有点像神农尝百草。すまんの、楽になったよ。いいってことよ。これが仕事だ。肺がやられてたみてえだな。咳止めもねっといたぜ。哦，肺癌、肺痨。怎么肺常常出问题？タバコはほどほどにな、アレクジーさん。原来是抽烟抽成这样的、哦，这不是活该吗？ありがとう、アーフェン。いつも本当にこの村は幸運よ。こんな腕のいい薬師がいるなんて。不然其早就死了，是不是？あの、これしかないけど。我妈拿出钱了。お代？いらねえよ。それでうまいもん食わしてやれ。哇，忍者心肠哎，钱不用啊。じゃ、また来るぜ。这个抽烟害死自己的，应该要多收一点钱，对不对？来到墓穴了，墓园了。这是一个尚未建立医疗体系的时代。人们都是依靠药师制作的药来生存下去的。母ちゃん，妈妈死了哎，因为妈妈的死，所以决心要成为药师，是不是？見ててくれたか。今日もいい薬作ったぜ。母ちゃんがそっち行って一年か。一年了。俺少しは近づけたかな。哎，他的伙伴。ここにいたか、アフェン。这就是杰夫嘛。ヨーゼフ、そっちは終わったのかよ。他们都是药师，是不是？あ、今日は二軒だけ。君がいるから楽なものさ。哎，一个村庄有两个药师，还蛮少见的感觉。通常一个村落不是只通常只出一个医生吗？
これでまともにお代をもらってさえくれれば。けどよ、あの家は孫娘が一人で面倒見てんだ。金とか受け取れねえだろ。不收钱我们自己就要饿死了。冗談だよ。我觉得应该可以收个一半，打个折，对不对？收一半，至少要让自己能维持生活下去，又不是人，又不是每天生病。そんな君だから一緒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。村のみんなに薬が届けばそれでいいよ。人太好了，有没有？那可能药师只是兼职，实际的工作是做农，有没有？务农。そうだな。駆け出しだけど薬師が2人もいるんだ。この村は安泰だね。おお、他们是新手药师。ああ、どんな病だってかかってきやがるってんだ。頼りにしてるよ、アーフェン。あの悪ガキが立派になって今でも柄は悪いけど。坏小孩的个性是从头发展现吗？ほっとけ、坊ちゃん薬師。きっと君の母君も喜んでるよ。他是大少爷，所以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咯。そうかな。さて、ニナが帰りを待ってる。おう、早く帰ってやれよ、兄ちゃん。回去了。有妹妹真好。なあ、アーフェン。君とは幼い頃からずっと一緒に勉強してきたね。だから、なんとなくわかるんだ。何か隠していないかい？およおよ、这就是哥俩的心电感应。アーフェン、君は。ゼフ！怎么了？还来不及问。ゼフ、来てくれ。ニナが。ニナだ。ニナ被蛇咬了。何かに噛まれたような跡がある。アーフェン、君も見てくれないか？不太妙、不太妙。の、お、ま、また。昏睡してる。思ったより深刻だな。ああ、ニナを失いたくない。たった一人の家族なんだ。ニナ。ニナは今は話せねえ。どうしたもんか。噛まれた跡があるが、何の毒かわからない限り。正常的剧情是不是用去把毒吸出来？誤った薬は逆に命取りだ。どんな反応を起こすか。真棘手哎！一体何に噛まれた？周りを当たってみようぜ。誰か手がかりを知ってるかもよ。我天哪！哎，如果是很毒的蛇，不是马上就？就要毒发了吗？我们赶快去问一下。这里问一下，打听妮娜的玩伴和小问题，获取咬了妮娜的魔物。ありがとうな。哎，获得资讯了。咬妮娜的 魔物是什么？那我说啊，莉莉，那个妮娜的脚有被咬过的痕迹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莉莉，快讲啦！你不是很想救她，但是药师并不是神。要是不知道被什么咬的话，我就救不了妮娜了。那，拜托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？你咬的？应该不是。妮娜哥，
妮娜说想要采水龙草之花给她哥哥，我放心不下，就跟她一起去了那个洞窟，结果就被咬了。结果里面有一条很大的蛇。是什么样的蛇？黑色的吗？还是蓝色的？不是，都不是。まさか。该不会是背上有斑点的？没错。是曼陀罗蛇啊！曼陀罗蛇很恐怖吗？对不起，小孩子明明不该去那里的。妮娜说要瞒着哥哥啊。わかった。我知道，我明白了。ありがとうな。多谢，谢谢了，莉莉。多亏你把妮娜带回来。抱歉，让你想起可怕的回忆。哇，打听还蛮有用的，比调查有用，感觉蛮有用的。曼陀罗蛇啊！没想到是那个凶暴的魔物，这下可难办了。但是没时间了，妮娜的体内的毒正在蔓延，必须赶快解毒才行。確か，只要能拿到毒源，就能做出解药救妮娜。曼陀罗蛇将里欧洞窟当作老巢吧？啊，那里变成魔物的巢穴，可是很危险的哦。我知道了，但这无所谓。好，我立刻出发。不行，这样谁照顾妮娜？俺が行ってくるわ。我去，你留下来照顾妮娜。你在说什么，亚芬？妮娜是我的妹妹，我不能让你置身危险之中。不，やれやれ，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吧。ちょっと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妮娜在叫哥哥哦。妮娜。妮娜，我就在这里。よかった。よかった。哦，你就待在妮娜身边吧，杰夫。我去帮你拿蛇毒解药。抱歉了，亚芬。就是这样，我们正要前往有毒蛇在的洞窟。哦，你要跟我一起去吗？那有什么问题？谢谢啦。这里面村子里都是好人，我不想看到任何悲伤的表情。就前往里欧洞窟吧，就在村子的东边。不尽快的话，没问题，我们现在就去好不好？走了，里欧洞窟，我们来了。有危险也不怕。等一下，我应该要先把那个技能弄下来，对不对？不然都不会遇到怪，有没有？遇敌接力减半，先拿下来。不遇到怪，没有办法练功，没有办法练功。那个打魔王的时候会异常辛苦的。遇到了，亚芬草药做草药，那他有什么攻击技能呢、啊？有下组合两种素材，能发挥出各式各样的效果哦。药师技能、紧急处理、冰柱。他有紧急处理和冰柱，然后他是用斧头战斗的，哇，斧头战斗还不错哎，他让我缓慢了，他补血哦，这年头连青蛙都会补血哦，我的天哪，无伤，急迫要害，没事在补血吗？